用功的话，你速度慢慢拉长，你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，我一才知道说，哎呦，原来他是怎么天天在讲我气怎么样，那他气怎么样，我也有啊。你那时候才可以跟人家谈，不然他来讲，讲我我身体气怎么样，不能。哎，不要执着那个气哦，不然会着魔。嗯，在那个我会讲，是吧？其实我的心本来都是心，这个恐怖、慌乱。如果有人给你开脱，你就非常自在，哎，这是好事情。不然下一步要怎么做？会教打坐的，不是说叫你什么感觉。我今天讲的这些，我讲等于没有讲，对不对？会教打坐是你发生问题了，那就来找老师，那是要找老师啊。我们讲博士啊，但是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个博士啊。那他觉得你地主，这你地主。他的家的那种账，那个光他都会写下，没法删除还是什么，我还清楚的，这整个三十年。然后，他我的出家的那个大众，他做苦生，那他有客户，那个先跟他讲，听说你的某某人，他在教大众。哦，我跟你请教他，我下面就没有问题了。啊，那他给我讲的哈，那既然这种是菩萨，如果把他叫出来，他就是菩萨。他如果让他包围掉，啊，他就是精神病里面的情况，常客了。啊，很多都是这样。你不要看精神病里面那些人都是不正常。有时候他们正常，我们不正常，知道吗？但是会感觉，他感觉他就认为真的。问题是这样，他不是他感觉不对，那鬼神那个时候，那个另外一个世界，你不能说不对，只是你不知道。那些嘛，这不按道理呢，这犯贱呢，我们空调压制，我没有跟他讲过，对吧？不了得起了，哦，他说。哦，他师傅是我过去世的师傅，哦，以后还是要跟着他再学。我说，啊，你师傅像你这样，你有没有找他？他说有，我找他了。那找他，他没有告诉你。他说有，告诉我，你有病，你回去好好保养，养好了再来。我说，哎呀，你的师傅是这样的。所谓师傅就是你现在有病要他处理啊，怎么叫你有病弄好了再来，这什么师傅啊？啊，还要你下一次还要再跟他做师傅。所以所有的你如果医生一样，自己都没有经验过病痛，我把你当做实验品，这个切那个割，是吧？还住在有一天他生病的话，他自己都敢割。他爸爸手术，他就叫别人的医生一记手术，这是管把的嘛，对不对？别人的都乱割都没关系，要熟人没关系，自己的亲人的东西都是这样啊。所以，就要说度人是简单，但是你要经验。你要发生问题的，你不要认为不好意思，我只要不到，我就问，如果有境界更要问，对吧？这是你学法就是这么学的。他说今天要你控制，第一个你，我们知道逻辑是假的，但你要去做，把身体包括天和地和身。我是你的身体，呼吸也是你的身体，那那痛，那更是你的身体的身体细胞。你要怎么去认识它？怎么去控制它？怎么去跟它化为
节前就受它影响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可以做，不要讲三十小时，你做一小时、两小时，那个痛是微微的痛，但我还可以忍受。你慢慢会觉得那个痛不是像刚开始在学打坐前那么切肤之痛，慢慢会感觉出重。那出重是因为你有气在保你，啊，你不是说你的东西变成一个开始的东西。所以从这里面去感，去观哦，原来是空，甚至这么空的。再进一步了，如果是你会飞的话，啊，那这个空的，那什么，实质的物体把它看出来。那我起心动念说飞啊，那就飞了。啊，那顺便讲哈，那会飞的有三种。这两个公公呢？那我那会飞，但是他的飞，那你没有飞。那你说他要到美国去，他换美国，他已经到美国，他不要来去。那你要双击看，这个啊，如来的无所双来去所去，因为所有宇宙都在心中，那有什么来去没有？第二个是菩萨。菩萨呢？哦，我要去美国，啊，北加州很近了，哎，那个加州现在我面前，你现在来了，我管不到了，这是第二等解释，这个很主动。那最怕的是阿罗汉，跟这个斯坦丁先生，就真的要回去了，要回啊，认真回啊，在做你有没有做梦，在梦中在回。那个有过去是都学得到的，那我也会会啊，但是我会得很辛苦。哎，就后来看经典哦，原来生之中还有那么多的不同境界，那时候我们差得太远。啊，所以你们不喜欢打坐，不喜欢修行，喜欢做善事，过去都有。我第一堂课、第二堂课讲的都是这些，你不要讲我讲课没有出息哦，我这也有出息，只是不让你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好了，慢慢从英国来关系，让你认识我，因为英国那么恐怖，然后现在告诉你，你要从里面去解脱出来，要解脱的第一关是从肉体开始。你到底都没有成就，你理论读了那么多没有用，当然不是有用的，是吧？读那么多书出来，还是二十二天，是吧？有的人你还是要，你管用不好，你就不懂人事，人情事，你不懂，是吧？那这样有什么用呢？这样呢，你了解我一个公司就好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为什么会这一生来脱离这个因果呢？啊，反正现在我有一点想要做，要做从你的劳动开始，你的呼吸，你的这个啊贯通，这还没有加深的。如果有一天你觉得，哎，我要珍贵的学，我还可以坐了两三小时，坐在那里都可以按下来。我们的事你就有需要，啊，那时候你就要正规的要学，为什么？境界越高，魔境越来越来越有希望，啊，一个黑社会的人，你跟他凑在一起，他不会觉得你有什么奇怪的。如果你要脱离黑社会，那就很大家我们不客气，对不起。你不能这么做，这问题就来了，是吧？为什么说黑社会的人一踏错路要断很难？因为你在走错路了，你觉得去这些人都是过去已经断过的，在做坏事的。那现在你要表白了，你现在你要脱离这个，觉得不好，那我怎么可以让你这样？
我还牵涉到一些机密呢，牵涉到一些人脉呢，我给你报出去，我还混什么呢？是吧？那个，那现在我们懂因果，那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是吧？跟这社会没关系，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是这社会里面的一份子，也不是我，不是他不厉害，有那么严重吗？我阿北讲的有那么严重吗？不是那么严重啊！我讲一句话，五百树无余生呢，这不严重吗？不懂就不严重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换一个界，是恶重。什么叫恶重？你说我吃饭可能要一周数，吃过饭才能起。站起来，是吧？那突然间电话响了，我就不警觉就起来了，拿来做事。那刚开始要吃饭，结果电话一接要提坐了，一提坐就表示你吃饱了，不能再吃了。那我就不甘心，说国家那都来要呢，是吧？还要吃啊，要吃，吃你不做法，就不能再吃。那你说这个有关系吗？有那么严重吗？二造如果不足忏悔，80万年地狱罪。这不修经不知道恐怖了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、到出家不修，出家随便都会被犯戒，被下地狱。你们不要高兴，你不出家，你比我更糟糕。我对我出家，我还真的学到哇！哦，原来这个是这么严重啊！那我做错就忏悔就好了。你们连知道忏悔的机会也没有啊！所以很多人说，我不要去受戒，一受戒我会犯戒。受戒有好处，你是学戒，学戒你要知道有犯没犯，是吧？啊，犯可以忏悔，我就赶快忏悔。啊，忏悔就清净，啊，清净就安乐。好像没有办法，他不怎样，你不怎样，就一句话，你说会放生吧，是吧？很简单的事情。啊，黑的，是吧？出家众，安了，你说会放。你讲的很有道理啊，以世间人眼光不对、啊，其实不管这个出家人做的对，做的不对，做的怎么样，你讲他，你说会放。那你要看有一部经叫做《六祖集经》，啊，这里面跟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说话很像一样，啊，在讲地狱。那有一次，这些十殿阎王啊、跟阎罗王啊，每个人都来，然后释迦牟尼有来，他就跟这个阎罗王讲了、啊：“阎罗王，你应该回去把你的地狱众生全部放出去，有大发慈悲心。”那阎罗王就造一坨，要施尊了。那我这些犯出去，我这个阎罗王要干什么？要犯谁啊？是吧？如果一个典狱长，他里面都没有犯人，他威风就起来吗？要犯谁啊？施尊就要笑一笑说：“你不要担心，你今天回去全部把他放出去就是了。明天呢、啊？”你地狱就全部在满了，就那么恐怖呢？你看这里面讲的哦，所以地藏菩萨讲的，我们言无体众生起心动念都是业，只要你起心动念已经在造业了，是吧？你不管哪个人，我地藏都会告诉你，为什么有一个人可以吃到水果？有一个人就不能吃到水果，他走路很口渴啊，他不是一个寻常，那个人要被杀，对吧？一个人被他起吃的心，哎呀，年纪轻轻20几岁就犯这个盗猎，然后就被人家砍头，可怜啊，这个善心就有果报，以后他对他很好。那有一个人就不一样的心态了、啊。这个家伙不学好，20几岁啊，何卡而去五半家，这是讨什么呢？该死啊！该死有该死的果报，
善心的善心的佛法，你说哪个对？没有对错，都是因果，对吧？所以后来那个被杀的呢，成圣座，那谁过的？那这两个人同时见过他一个，一个在甘肃那那边一个这样，一个他什么都不好的，蛋糕价钱就让他吃不到。因果是这样，不是哪个对错。所以你看这件事，你不要。不要打电视机，电视机没有。我现在就不看电视，我也觉得我自己可能是不看电视。我会等等这个状况的事啊。那你如果是看哪一边啊，或者是谁啊，看得很生气，就是不方便。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杀大明王。是他的爹，对吧？前几天不是有一个什么什么少数博士，就是博士的少数来学习，到处问人家请他，后来他就是说，像你那个什么什么等等下东西，那他因为这个做嘛，每个人都是有一颗善良的心，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东西。就是觉得他做人不合理，我们同情他。他过去的那些严重，难怪今天脑筋都笑到笑掉，对不对？要同情，同情以后你哪一世你们要去很好的世，极乐世界，你们还会见面。见面那时候刚好他在卖水果，你一定有水果。我今天讲红尘，就讲一个镜子去看，反正这里面有。好吧，时间到了。以前我出去，我觉得很简单的，我一点吃，又这全家都饱了。现在吃了交换的食物，所以要度众生，所以要去做，要做很难，求别人很难，对吧？求自己，大家的痛就想那不痛，对吧？然后心不安，心不安就让他安了，这样简单。这三十几年就这么过，现在又换个三头，另外在修行，定一年课程，也不能说不好，是很好。要看真的有没有烦恼，有时候会烦恼，然后有时候就哎，该成就会成，不该成就是随缘呢，对吧？那这是有解脱的类型的。好吧，感谢各位，好了，那你们发问，好吧？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我们这个画永远都是很多新的出来，就像做一件工，现在真正会认识做的，无法去做的，不就很方便？那我们都会继续那个问题。然后这个过去有人家问我的，比如说什么，我这个气塞满身体啊，我要怎么去化解？我现在跟打坐到脑筋睡不着觉了，我要怎么去处理？是吧？我依然扎针，因为我二十几年来转弯路开放以后，我就是在接受人家问题，然后。的人要进去看，太多了。因为他们写报告说有1500多的话问答，那你进去要看哪一条？不知道。但是我就过一段时间我会选，今天要讲我会起什么话题，跟他选一个，然后几点每个会。但每个会，因为你去一定要点进去看，点进去看的时候刚好看到，如果你有问题，或者你不有问题。起码那个是学的，那这比你进去也不晓得那大海捞针都要靠谱。不过我们太早，但是从1999年开始，1999到1988年到现在，那么天降地降啊，平安天，就是平安天，修的人就是这个人，那两天，平安天。现在我在讲精神，希望你们
心已经都在讲心了。刚刚讲不是有四个心吗？我现在一个心都还搞不懂，怎么又有四个心？都在讲，解释你，讲这个很深，但是这是真正的佛法，这是我这里阿罗汉以上的人在讲。你要练习这个心，怎么变那个心？那先控制它，不会习惯，那再来利用它，产生神通。我们练习自信，不是只有管它，不压它，学到最后你要用它。所以这些大菩萨为什么每个人都有神通无量？学到一个境界，你就会自己开化，先清净才能去讲神通。心不清净了，你会。叫我杀戒心财，这是七财一个人这些呢？怎么可能？这些道理的境界，你要进入陀罗尼门，陀罗尼门，我要过去知道七数，只是现在是一数的因果，是做什么？那这两个细节呢，要全面按照呼吸。呼吸也做，躺下来也做。我以前那个气痛不会全部，好像说 你水泼，我已经给你连贯好了，都已经会痛，不是这样，是吧？这边水沟通，它通这边，有这边都塞满了，再通这边，它没有像你这么。我们规划这样，大家知道你的建筑每一条都顺着在走，没有。但是哪里有可以走，那就走；那哪里被塞住，那就往这边走，是这样。那到最后你要记得，它全部通，全部通，那一定会转合车的。快转合车，那拿回去，老师大家都公认它是有修行。转合车，再讲转合车的人一定知道什么叫转合车。而且你都要看像我们这样。在乡下在打水这里，他打来打来，还吹个那个雷卡，刚往上灌下去，那个绕，那光绕了没有用啊，你心都没有办法清净，所以那个仙会修到这里面去。佛法哦有这回事，在那个转头之后，但是你不要当然去转那个、啊，你要修心养性啊，对吗？所以我们目标都是把这个心什么说清净，那你的瓶颈在这里，他给你啊就报瓶颈啊，还有吗？没有，我准备下课了。